随着全球环保意识越来越高，更多的人都喜欢选择绿色出行。有研究表明，城市中有多达60%的人骑自行车，但是大家对自行车的诟病也是特别的多，比如说两个轮子不稳定，也不能够遮风挡雨。最近 Velo Metro 公司发明了一款三轮自行车 Waymo。 Waymo 是一款带有电力辅助的全封闭三轮自行车，因为是全封闭的，因此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，骑行者都可以惬意地躲在自行车里。Waymo 使用了复合材料的单颗粒车身、铝合金车架，车头上带有 LED 大灯，车顶还带有太阳能电池板。它的内部也是非常的酷，把手跟摩托车差不多，电动车窗、三点式安全带，一块尺寸很大的液晶屏幕，还可以和手机 APP 连接，实现远程控制。把手的下方就是脚踏板，骑行起来和普通的自行车也没有什么区别。与普通的自行车相比， Waymo 强壮得多，在电机的助力下，维摩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32公里每小时，续航里程100公里，车轮带有液压盘式制动器。维摩有单双座两种版本，无论是上下班代步还是买菜接送小孩，维摩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下期见。